如今，不少中小企业都面临着库存积压、资金周转等难题。时下，一种以物换物，也就是利用现成产品或服务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的无现金交易，正在受到许多中小企业的青睐。Bbx 是一个集交易、结算、员工和会员管理于一体的无现金交易平台，采用为企业办理虚拟额度透支卡的形式，改善传统义务的单一模式。根据企业规模，平台可以为会员办理黑卡、金卡、银卡和铜卡，此卡终身没有利息，卡内额度被消费掉，可以通过卖产品或服务的方式来填补，真正实现了用未来的收益满足现在的需求。会员与会员之间做交易不需要使用一分现金，就是我们所称的无现金交易。 Bbx 的会员之间交易是使用这张 Bbx 卡，他们购物的时候就出示这张卡，不需要支付一分现金。作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易货贸易上市公司，澳大利亚 Bbx 公司成立于1993年，目前已有21年的易货交易历史。目前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英国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年成交额超过2000万元。Bbx 董事长迈克尔先生通过前期市场调研，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充满信心。去年 Bbx 公司正式进入中国。今年9月份 ，Bbx 易货世界在我市成立了全球第一家 Bbx 易货世界旗舰店。短短一个月以来，已经有200多家企业成为 Bbx 会员。Bbx 是帮助中小型企业解决他们的库存问题，并且我们会提供无利息的透支额度，去帮助他们解决现金流困难、积压库存的问题。相信 Bbx 可以帮助赤峰的中小型企业解决他们的难题。直播生活记者报道。